觉得结婚，嗯，这个感觉怎么样？结婚等于这个问题蛮广的，浓缩一下。对啊，结婚怎么讲？嗯，刚开始是很有找到了依靠，然后很有安全感，然后更能够全心全意的在工作上冲刺。朋友，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就为您介绍叶爱玲小姐。小哥好，你好，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在家里也等小哥开节目很久了，因为一直觉得小哥怎么搞的，又跑去游山玩水，还是去哪里作秀啊、什么工地秀啦、庙会啦，哎呦，好俗拍俗的代志，都没去讲求一叫，没有这样的观念。目前结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哎，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啊，好像也有个别问了吧，三四年有了。三四年啊？三四年的时间了。三四年我看乘以二、哎呦，这么多年了。八九年了。阿姨啊，你这么八九年的时间来讲，真枪实弹的过了这个什么、这个、开始已经不痒了啦、人家讲七年之痒已经不痒了。哎，我喜欢这样措辞嘛，就是真枪实弹的这个过了这种结婚的生活。觉得结婚，嗯，这个感觉怎么样？结婚等于这个问题蛮广的，浓缩一下。对啊，结婚怎么讲？嗯，刚开始是很有找到的依靠，然后很有安全感，然后更能够全心全意的在工作上冲刺。那结婚到现在已经变成两个人爱情很可以变说是变成一种责任了啊，责任。但是那种责任应该算是甜蜜的责任，是甜蜜的负担，所以。对对，这点我也是感觉，我觉得爱情前面的甜蜜期过了、最后呢慢慢慢慢走向就平淡，然后依靠啊，最后也可能会转变成亲情啊。其实结婚可以胆子大一点、不像有些人就胆子比较小，一直不敢去碰婚姻哈、其实那种人应该算是已经可以摆在博物馆里面啊。你是说我是不、我是这个我有说你吗？我是比较这个，比较对这个，跟另外一半的结合啊，我比较往灰色一点想，我总觉得其中有很多的障碍。你是怕人家跟你睡在一起的时候踢到你，你觉得啊，那只是生活的小细节，或者是那个床单，有另外一个人的味道，你不太习惯。因为据我所知，那也都还好。我们这个主持人呢，那个选择。那个小裤子啊、也一定要是白色，不能是那种米色的、他觉得那样感觉上是脏脏的那种感觉。还有的人穿水蓝色、很刺眼我的天哪、有很多人喜欢穿水蓝色。哎呀，就是怎么会选那个颜色、你不要这样说人家，是不是那观众有很多人喜欢水蓝色可能是人家那种内心是比较热情比较活泼的人，他会 比较喜欢水蓝色。那你这种小哥是这种很洁癖的，所以他就是喜欢白色，什么都要白色。内衣啊，那种小裤子啦，那个袜子啦，都一定要白，不能有米白、卡其的，他觉得那个脏死了，对不对？所以你算是有洁癖，所以这是你大概不想结婚的。假如说婚姻来讲哈、你想两个人最大的一种会使他平淡或是乏味的。譬如说有的人说一定要比先生早起个半小时、不要让他看到清汤挂面的样子啊。有的人说不能在被窝里放屁啊这些万一让对方会忌讳的、这个不能。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我才在说他专门放屁是不是不是，是他是怎么样，他有一点点胖，那他就喜欢穿那个调整型的内衣、或者是什么束腰束裤、雕塑一下束腰束裤那种、就是一穿起来就有三节对不对、先穿束裤，然后调整型内衣，然后加上那个束腰，对不对、那束腰那种要拉嘛，那你一个人不好拉、对不对，要拽他会叫他老公早上起来说，老公你帮我穿一下束腰，是你这样有一点胖的话，如果束腰再加上去，肥肉就会跑出来。哎呀天，那就好几节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不可以让老公看这个啦，我是这样告诉他。就是那两个人结婚久了，说起来是好像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那个避讳啦，不用那么、但是有些小地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是是，所以你先生在旁边如果在刷牙，你有办法坐在旁边上个厕所吗？早晨起来有些看我一个朋友就受不了，先生埋怨你一辈子常常要烙菌香好的时候
那个词儿讲说绕军，观众听小孩就听不懂，很好了，在绕军的时候或者什么，常常喜欢在五点半到五点的时候，这不是伤脑筋吗？对，要不你就早一点，大家协调一下，如果是听呗，刚刚五更对吧？啊，也是卸的妆，也是这个，连说穿了，连这些小细节、甜蜜的沟通啊，都有一点，有的时候都要配合的恰到好。就小哥，你讲的这个真的，我讲的是真的，很，夫妻很细微的一些问题。是是是，这方面，而且互相是不是配合的好，是不是吃得饱？不好意思，人家都成熟了啊！不，这是真的。这，我老觉得早上这边给安安说，我没有把他蒙清楚。门外给安仔是几匹马力，我都要问清楚。因为他们有时候说啊，那蒙金看你逮鸡，就拍谁会到。但是这个也是蛮切实际，是人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啊、这个要面面俱到，对不对？幸福的这层面是很广的。这方面您满意吗？您婆婆有没有这方面压力？说家里多添几个人丁也好。但好，我们家蛮民主的。都可以是吧？啊，是是。那么当然，我这个生产的过程，您当时是？你干嘛？干嘛问人家这个是什么节目？对的，稍微解开，动作那些老饼又开杠。这喜羊羊就是喜羊羊。实在是害呀！这所以有的人也很怕碰到我，因为像老朋友一聊，当然我们话匣子打开不得了。但有些不能给外。不能给观众来评价。我告诉你，还有形象啊！我告诉你，你这样问我，我就要有一件事情要跟观众讲。谢了，今晚哈，小哥有一次到医院去啊，然后就拿了一个杯子，然后拿了杯子里面是装，就说要验哦，好像是我现在喝的。对，就是到泌尿科去嘛，然后他说，哎，这个事情你讲就好了嘛。就是真说来真不好意思。那个事情碰到老师那个事啊。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在那边拿了杯子排队还碰到老师，真是哎，大家都在排队，哎，老师好，来来，你好，还要拿着这边长脸，啊，你好，哎，麻烦下次换红酒，红色的，要这个颜色，这个看起来就很像那个。说到这，我就想起来，真的也是在排队，看那个妇人呐、啊，他医生大家是叫他去说，也是同样夜尿的问题。哇、哦，他老兄真的验了超500cc 装满了，看下面好，其实护士都有跟他讲说一点点就好，能不能掐动？看下面好，打开那就感觉很怕被他撒到。哎，是啊，说到医院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艺人真的这个除了活在各位掌声中，大家认识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之外，也有很多地方不方便嘛。对的，尤其有时候像我听说有些像这些地方，我们都不敢去排队。听说你们那个有些男艺人很喜欢去三温暖，对不对？哦，对，常常用本名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叫电话的时候，费玉清。差不多人柜台有你的电话，要一条大毛巾围起来，再拿一条小的，假装一直不停的擦头。一看有人来就，摸着起来在跟修下来。那个5号不错，5号我在那6号房哈，真是做一些假动作，怕人家看到。对，这是有点不方便。做名人也是真不太方便了。看你这边，我突然发觉你好像有O7的。哦，你说这个啊？淤血是什么？这不是胎记啊？哦，不是胎记啊？哎，这也不是，这个碰了蜜蜂窝啊！哇，这群起而攻啊！你去哪？碰了蜜蜂就扑出来，找到挖工还短扑的，全部来克烂饭。哎呀，我几乎老没地方跑了，这个钉是钉到一点点了，但是这。地下挣扎伤得更凶了，天啊，真是！所以这个蜜蜂，我本来想买一罐 DDT 去跟他拼的，会不会觉得大概也拼了，刻章还是什么？算了，现在他也是自然，他也不是他保护窝嘛。那我在想呢，我在围墙上被叮到，因为我都要挑起来来垮墙。万一我在想，万一我是站在围墙上小便的话，那我还要感谢他啊。你有没有去过士林？没有，哦，是去过干嘛？有一个烧烤，士林香肠你吃过没有？没吃过。所以订外间好，我告诉谁搞些虾干那种。哎呦，那个订的把尾巴搞个干虾的。朋友们问这些，让你觉得又好笑又好玩，又觉得他很天真的问题。
现在啊，现在你们问什么？妈妈，我从哪来的？现在还不会问这个，还不会问。哎呦，那直接。直接干嘛？哦哦，你们有没有带小？有的人说像日本似的，他们就是带小孩一起沐浴啊，像这些。我们家是没有了。跟妈妈还是跟爸爸？单独可以了。小男生嘛，跟爸爸是比较哦，那他只可能我比较保守，他只了解人的一半呢。哎，你干嘛一直问我这个问题呀、啊？真是。当然，我们是成人的嘛，问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夫妻呀、啊，有的时候情趣一下啊，度个小假、啊、这些，甚至于有的时候哎，浪漫一下，一起洗个澡这些，这是没什么关系的。像这样子的这种要求，或是一种浪漫生活的一点起伏。你会反对吗？像这样，我不反对啊，不反对啊，我不反对每个人，其实我听过我很多朋友，他们是会一起夫妻共浴的，共浴、那可以增进感情，不错。但是我是建议，身材好一点的话，共浴比较好。哦，还是很条件。哦，刚刚提了这么多，你看哈，这要预备的东西，留下美感的东西，虽然是最亲近的人。还是要一点经营的，对呀、啊，要不然你如果说挺着游泳圈呐、然后对不对？是是，老公看到游泳圈或者老婆，老婆我不知道，女人对男人可能比较不在乎了、但是男人对女人可能要求比较严格一点。男人我是这么想，男人是比较不在乎，对，但是你如果要求他冬天一起，他可能不太愿意。为什么？太冷了吧。哎，这跳舞的神经跳舞啦。听不的也是我也听不哎呀，不过这个闲聊了一些，真不好意思说来尺度啊，就像我们这个熟朋友一样，好像四下无人，其实观众也在看啊，当然也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啊。那你聊了那么多，到底要不要让我唱歌？哦，对对对，哇，这个叶爱玲的歌那是不是到至今为止啊，当然不是说自己人捧自己人、我看一些现在流行的歌，受欢迎的歌手，这个我们就算不算以歌星来自居的话、我们也是很好的歌匠、对对，不要再、不过你这个主持人真的很棒，很多新词儿很棒、歌匠啊、我第一次听到主持人说歌匠啊，总是说自己是星啊，不太好意思嘛。听起来跟他导游呢。